趣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新加坡最古老的这个大学呢，还真的是挺古老的嘞。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It was called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。叮咚叮咚，完全正确。1949年创办的哦。Hey Siri， 说个笑话给我听吧。什么事情